哇，嫂子，嗯，你做的是什么呀？哎呀，煮一点面，早上吃吗？哇，嫂子，嗯，你这么早，用个背篓背着西西在这里做面条啊？对啊，那，哎呀，你别拍了，你快点抱着他吧，我来做早餐。好好好好。哇，你背一下。哎，小李叔叔带你出去玩啊！你看他看到外面那个雪。妈妈已经给你做好粥粥了，等下过来吃哈。这是他的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我打个蛋还要。啊，我已经闻到香味。好。今天带老爸去把头发剪了，马上过年了，头发要剪。然后呢，带着媳妇儿去弄。再去弄两副药，他还在有点咳。今天呢，这个雪不得了，这几天可能都是大雪。瑞雪兆丰年嘛。瑞雪兆丰年，明年是个好年年节，肯定是庄稼肯定是非常的好，收成肯定也很好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雪啊冷？天冷，那个土里这些虫啊都被这个雪啊给冷死了。所以说，今儿年你种庄稼，它是没什么虫，没什么虫害。哎妈，哎，小朋友，那姐姑姑哎，把姑姑给摘了，谁回来了呀？妈妈回来啦！嗯，我们下午呀玩的好开心，跟奶奶两个。你下午睡觉睡得怎么样？很好啊。睡到我们床上吗？啊，睡了两个多小时啊。哇塞！然后嘞，吃东西呢？吃东西吃的稀饭了。辛苦奶奶啦！今天晚上跟谁睡呀？跟奶奶睡觉啊。奶奶。很有经验呢、啊。他说我俩好得很，直接来。哦，你跟奶奶在这里干嘛？玩狗狗，我玩狗狗，抱起来。他喜欢的，喜欢玩的去玩，喜欢的看雪，喜欢的去玩的东西，看到雪稀奇，看到雪白的，他没看过哈，哇，好喜欢，看到雪空中飘啊飘，飘啊飘的，真的去看。他看到我好奇的东西，感觉有点稀奇哈。他就说还要吃几副药，你看我又开了三副药回来。他等于说你是又吃凉了。不是，他说是前面两副中药是去病毒的，然后现在这个才正式止咳的。哦。他说那个病毒要去掉。哦，那就行，那就行。他吃凉物的时候要吃好嘛，你不能去吃凉物不吃了嘛。嗯。吃好了要断根。嗯。不管什么病毒的，你要把根儿给他提了才行。嗯。嘿。嘿。你看他玩的。喜欢，对，他玩东西的时候他是很专注，专注力很强的，他很专注的哈。嗯，他喜欢看什么东西要搞半天，要研究研究，对，要研究透了就行了。对，来几个数一个，一二三四五，来，一二三四五，几个？五个，宝宝几个字根？一二三四五，五个，对不对？是什么公司？不叫我等一会儿来。不叫我等于谁？他说，你说不叫我，他说不叫我。小一宝说不叫我等于谁？他还跟你还挺，到底是有血缘关系，跟你还挺亲啊。你今晚跟奶奶睡哈。好的，还是跟奶奶睡觉觉哦。等下妈妈把你哄睡着了。花白眼。喝了奶奶了，就交给奶奶哈。很新的呀。来了个土伴玩，哎呀，以前爸爸他们就是这样子，他不管我的玩，怕你冷到了，就是这样子，被子一围，这里一围，好暖和，哎，我们好开心哦，哦，这是不是叫？长角四足象，象，大象。小，哎，好玩吗？哎，宝贝，是浅黄色的。哎，奶奶给你说话，宝贝，今晚上第一晚上跟奶奶睡觉，你要陪我好啊，不能闹，不能吵哈，对不对？昆虫、种子和浆果。嗯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咦，哇，这个好歹也看来哈。红上观，这怎么围棋都是绑框。
飞越荒野和平原。你小时候跟你爸爸小时候一样，爸爸小时候的时候也是像这样子的，睡在被窝里头，奶奶也是这样子跟他也搞起，不过那时的被子没有这么好，你现在被子啊暖乎乎的就舒服是吧，宝贝儿是不是，现在宝贝儿条件好了是不是啊，爸爸那个时候是慢被子对不对啊，这个小膝盖拨到被窝窝头，第一次跟奶奶睡觉到处观察观察是不是，看一下哪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啊，嗯，这搬指头了，一二三四五数一下，还睡跟奶奶睡几晚上。哦，开不开心？啊，你没睡，是想想他爸爸小时候，他爸爸小时候时候的，两边团结军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爸爸睡觉睡到后面，像个小肥猪一样的，就滚在那里，抱抱抱都睡着着。我们那时候奶奶是抱过来，抱抱抱的，爸爸就像睡得像猪一样的。晚上睡到十一二点钟，那我们大姨公来喊他起来吃东西，眼睛眯起来来跟他喂面条儿，是不是啊？宝贝儿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开心的就是。哎，奶奶今天第一晚上带你睡觉有点激动哎，你激不激动啊？啊，我看到你激动，我更激动哎，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跟人说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，啊，奶奶不说了，你说。说，爸爸。啊，爸爸呀。哦哦哦，我们说爸爸的是吧？我们打爸爸好不好？爸爸给你递盐水的，是不是？你那个地方冰冷的是吧？哦，这吃的，我们打他哈。让奶奶拿棒棒打，好不好？打，使劲打，哦，打死他，哦，那这天天给我眼睛进了冰冷的哦。哦，还打，对对对，打。